咪侯佩岑27号出席代言活动，说到庆祝结婚7周年，全家甜蜜出游，但老公却压力山大。你知道旅行我都会，就是这是我发给先生的功课，让他去计划。那希望他可以好好的把这个旅行计划。这样他会压力很大吗？有什么条件吗？要不要先开好，不然人家踩到地雷。就是一定要吃饱。对对对，这很重要。不过说到佩岑偶像华仔晋升为四大岳父之一，他听到这个消息竟然……大家也知道，我的偶像是华仔。现在有一个人的偶像不是刘德华吗？如果能结成亲家的话，我今天就回家让我们家哥哥练忘情水。可以吗？唱给岳父听。那要不要跟你教广东话之类的？哦，对，我会去搜集一连串华仔经典的影片，是必须的。然后一些金句都要背起来，然后讲一点广东话。看来真的要辛苦儿子啦。